演顾小刚，有请演员黄瑶，有请演员齐溪，有请青年评审特约策展人王俊凯，有请演员周友，有请各位。今晚真是星光熠熠啊，来，有请各位到我们这边来。哇，年轻的力量真好。来，我们先合影留念。好，我们想特别采访一下王俊凯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山西，欢迎您来到平遥。谢谢。今天有很多很多您的粉丝和影迷啊，是第一次来平遥吗？跟我们分享一下。对的，是第一次来到平遥，包括也是第一次来到山西。嗯。然后我觉得第一次来到平遥电影展，真的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然后呢，跟四位优秀的电影人一起去在藏龙这样一个单元里面去观看这么多优秀的影片，所以这次的经验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觉得在我记忆中应该是非常深刻的一次体验。对，是的，我们都知道小凯这几年非常努力啊，我也知道最近好像有很多要即将上映的作品，有没有什么要特别跟我们要聊一下或者是要推荐一下的？最近其实在忙些什么，还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先卖个关子，跟大家见面，还有一些时间，就大家敬请关注吧。嗯，多多关注好不好？嗯，我们也要采访一下演员齐溪。嗯，采访一下。嗯，您是对山西有什么特别了解吗？或者来过山西吗？之前？我去年来过平遥电影展。要加一点醋啊！谢谢，谢谢我们的几位朋友，谢谢。来，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我们给大家多一点时间，你们可以多拍一些照片。好的，谢谢，感谢。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团。我们欢迎的是制片人艺术。